做了？你怎么又吐了呀？是嫌弃我妈做的饭不好吃对吧？故意找茬对吧？不是的，星星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这个馒头前菜我就想吐，我想吃点有油水的。不想吃这个，你想吃什么呀？看把你惯的，只有这个没有别的。妈，你烧的饭可真好吃呀。来，星星你多吃一点啊。谢谢妈，我也想吃肉。阿姨，你们来的迟了呀。春花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我女儿写了很多几次给你们尝尝。春花，你也太客气了，坐下来一起吃点吧。不用不用。阿姨，因为是要带饼的。什么短评啊？对对，我等你说啊，阿斌，而且我还真可怜了。妈，怎么啦？他不逼他吃肉。不会啊，我早上去买菜的时候，看阿斌上也买块肉啊。他的肉都在女人萱萱怀里，这也太偏心了吧！我还是不相信啊。你不相信就算了，而且我怎么拿跟女人比？崔美丽，你干嘛呢？想趁我们不在偷吃是不是？美丽，怎么看你脸色这么差？最近都瘦了呀？哦，阿丹，没有没有，我今天刚炸的鸡翅，味道怎么样？味道？我不知道啊。什么？你没有吃吗？我没吃。什么？原来我妈说的都是对的。等一下，阿丹，哎，阿丹，又给我干嘛？崔美丽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拿一袋？星星，不是，这个是，我真的是服了你了。这是我给你买的药，吃完记得吃饭啊。这个阿炳啊，虐待他儿媳妇啊。看，你们看，阿平虐待他儿媳妇，我妈跟我说，我还不相信呢。哎，阿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美丽，你婆婆要是欺负你，你大胆的说出来，我们给你做主。就是就是，肥妞，你们不会以为我虐待我儿媳妇吧？哎呀，你们都误会了，事情是这样的。你肠胃没什么大碍，去饮食上面稍微忌口一点，清淡些就行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那谢谢啊。美丽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阿平，那不好意思了。没事，你们也是好心，没想到啊，你们这么替我儿媳妇着想，我也很开心。哎呀，是我妈看到跟我说，都怪我没问清楚，才引起这么多误会。有时候啊，眼见不一定为实，耳听可能为虚，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，我们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。是啊，阿平婶说的对。你们都太客气了，来坐下来一起吃吧。好，来坐坐坐坐。哎，这不是阿壮吗？哎，阿壮，哎，阿壮，阿壮，我头有点晕。来，我先扶你坐着休息一下。等一下啊。我这嫂子怎么干出这种对不起我哥的事情？我要跟我哥说。我要发给我哥。哥，你要管管你媳妇啊。阿壮，你现在好点了吗？没事了，谢谢你，美丽。哦，那你在这多休息一会儿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嗯、好的，好的。嗯。
我听说阿平家的媳妇在外面找了一个对象，肯定是阿宝常年在外打工不回家。所以说啊，这外地的女人不靠谱。哎呀妈呀，你看这下子啊，阿平那里啊丢到我家了。别说别说，过来了过来了。王老板，冯主任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阿平啊，你儿媳妇在外面有人了，你可见长点心啊。王老板，你别乱说啊，我儿媳妇不是那种人。我可没乱说，你看这照片都传出来了，你自己看吧。对呀、啊、阿平，早就跟你说了外地媳妇不靠谱，你还不相信，出丑了包。我儿媳妇的为人我很清楚啊，倒是你们听风就是雨，到处乱传，快把照片删了。这照片从你女儿手上传出来的，能有错吗？不过你家女儿也真是的，就喜欢那个管娘家的事情啊。你儿媳妇啊也不节俭一点，真替你家操心啊。哎呀，用得着你替我操心吗？管好你们自己的事情就行了，再让我听到啊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这个阿平也真是的，我好心提醒他。哎呀妈，算了，不管了不管了，走吧走吧。儿媳妇，儿媳妇，星星回来了没有啊？婆婆怎么了？你怎么还有闲念在家里呀、啊？你都不知道外面把你传成什么样子了。来，你自己看，这照片是谁拍的？今天我在外面碰到那个阿藏晕倒了，我就顺手扶了一把，怎么被传成这个样子了？说是星星法术来的，看来啊，我平时是对他太好了，连自己的嫂子都这样照应，我去找他算账。哎，婆婆。还是我去找他吧，我知道怎么跟他说。你可不要脾气太好了啊，给他一点教训，看他长不长记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倩倩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嫂子这个女人啊，居然背着我哥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，太过分了。欣欣，你怎么可以在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就乱传呢？还发给你哥，让你哥知道了怎么想？我没胡说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有人造谣你跟梅丽的闲话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阿宝，这是个误会，我今天晕倒在田里，梅丽帮我扶了一下而已。我家梅丽是什么样的人我清楚，不过你要帮她澄清一下，我不在家，我怕她被人说闲话。好的，我知道怎么做了，我一定还梅丽一个清白。欣欣，你知道事情的原因吗？就乱说。我是看他晕倒了，我扶了他一把，怎么被你说成这样了？反正他现在人没在这里，随便你怎么说。你们这些人就知道嚼舌根，今天确实是我晕倒了，是美丽扶了我一把，居然被你们说成这样子。要不是美丽，我今天还躺在那里。你们这些人遇上事跑得比谁都还快，看别人笑话倒很积极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星星，她可是你嫂子啊，你怎么能这样污蔑她呢？星星，你也太过分了。就是星星，以后我们都不想跟你一起玩了。走呀、啊、走走走。哎，你们怎么走了？我不是不知道吗？我就是这么随口一说。阿藏啊，今天谢谢你啊。应该是我谢谢你，而且今天是你老公让我替你澄清的。妈，我的碗呢？今天没有你的饭，出去吃。妈，你怎么这样呀？是不是嫂子跟你告状了？我今天就是随口一说，也不知道怎么就……你还不知道？有时候随口说出来的一句话，要耗很长的时间去澄清的。还好婆婆和阿宝都是相信我的，要不然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你回你的家去吧，今天不给你一点教训，你是不长记性的。拿走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那些朋友都不理我了。